关注台山，关注台山荣美。台山市正在创建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战略，我们坚持以四个最严为遵循，以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强源头治理，规范使用农兽药，推行食用农产品产出准入制度，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快检抽检力度，强化畜禽屠宰检疫监管，严把源头关，不断巩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成果，培育重大特色产业，擦亮台山农产品品牌，以粮、油、肉类等为重点品种，积极开展放心肉材示范超市创建工作，提升超市食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加强食品生产企业监管，监督企业实施全流程闭环管理，强化规范化管控和风险防控，确保生产出安全健康的食品，强化餐饮企业的主体责任，打造互联网加民厨量教工程，加大对餐饮企业网红餐饮店的监督检查力度，推广食安风鲜，开展一鲜到底查食安专项行动，捍卫人民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每一道环节，每一个关口，我们都在默默坚守，默默守护。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你我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受益者。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需要我们，需要全社会各方共同参与。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担当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宣传者和维护食品安全的践行者，在追求食品安全的道路上永不止步，让食品安全监管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不断提高广大市民对食品安全给生活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台山市正在创建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战略，我们坚持以四个最严为遵循，以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强源头治理，规范使用农兽药，推行食用农产品产出准入制度，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快检抽检力度，强化畜禽屠宰检疫监管，严把源头关，不断巩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成果，培育重大特色产业，擦亮台山农产品品牌，以粮、油、肉类等为重点品种，积极开展放心肉材示范超市创建工作，提升超市食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加强食品生产企业监管，监督企业实施全流程闭环管理，强化规范化管控和风险防控，确保生产出安全健康的食品，强化餐饮企业的主体责任，打造互联网加民厨量教工程，
加大对餐饮企业、网红餐饮店的监督检查力度，推广食安风签，开展一监到底查食安专项行动，捍卫人民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每一道环节，每一个关口，我们都在默默坚守，默默守护。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你我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受益者。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需要我们，需要全社会各方共同参与。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担当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宣传者和维护食品安全的践行者。在追求食品安全的道路上永不止步，让食品安全监管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不断提高广大市民对食品安全给生活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台山市正在创建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战略，我们坚持以四个最严为遵循，以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强源头治理，规范使用农兽药，推行食用农产品产出准入制度，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快检抽检力度，强化畜禽屠宰检疫监管，严把源头关，不断巩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线成果，培育重大特色产业，擦亮台山农产品品牌，以粮、油、肉类等为重点品种，积极开展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工作，提升超市食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加强食品生产企业监管，监督企业实施全流程闭环管理，强化规范化管控和风险防控，确保生产出安全健康的食品，强化餐饮企业的主体责任，打造互联网加民厨亮灶工程，加大对餐饮企业、网红餐饮店的监督检查力度，推广食安风签，开展一监到底查食安专项行动，捍卫人民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每一道环节，每一个关口，我们都在默默坚守，默默守护。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你我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受益者。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需要我们，需要全社会各方共同参与。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担当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宣传者和维护食品安全的践行者，在追求食品安全的道路上永不止步，让食品安全监管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不断提高广大市民对食品安全给生活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
食品安全城市校园食品安全云直播。校园食品安全是关乎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关乎社会和谐和稳定大局。现在我市的校园食品安全的状况到底是怎样呢？是不是已经符合到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市的要求呢？今天我们通过网络云直播的方式，欢迎广大的家长，欢迎广大的公众朋友，以及参加我们活动的两代表一委员，以及还有学生的家长代表和新闻媒体工作者一起实地探访配送公司和学校的饭堂。我们直接地去检查回这个食品的安全、食品的质量、卫生的管理，以及是制餐和配餐的工作情况。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就是台山嘉美食品配送公司，它就是目前来讲为台山一中以及还有这个磐权中学和更开中学是提供配餐服务的。嘉美食品配送公司啦，咁呢一间嘅公司啦，咁我哋依家咧就企喺佢嘅门口当中嘅，我哋将会实地咁样同大家考察翻，咁食品由呢一个采购去到储存、加工以及配餐嘅整个流程嘅。咁喺呢个时间点咧，我哋就邀请翻公司嘅总负责人黄巨章阿黄生咧，同我哋详细咁样介绍一下。大家好，我系嘉美食品配送有限公司黄巨章，非常之欢迎我哋。领代表一委员同埋我哋嘅学生家长代表，政府嘅机关光临我哋公司。正月中午过来。我市依家开始创建嗰个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咁我哋属于服务学校企业师生嘅食品安全，当然我哋系放喺首位，咁我哋全力去保障师生嘅食品安全，为我哋嘅创建示范城市作應有的貢獻。我首先介紹一下我哋嘉美食品公司，它是成立於我哋嘅2012年，七年嘅對於我哋學校嘅配餐同大家介紹一下。咁我哋主要咧嘉美咧係主要咧就係對呢、這個餐飲管理啦、飯堂承包啦同埋食材嘅配送，咁呢幾個業務嘅範圍。對於我哋喺食品安全啦、質量嘅保證啦，同埋配餐嗰個加工嘅流程，咁今日咧就同大家睇一睇，到呢度嚟。我哋嘉美成立呢幾年咧，係有一個成熟嘅管理體系，咁我哋獲得咗廣東省食品安全示範學校。同埋江門市平安創建示範點，仲有我哋嘅公親單位後勤服務優秀企業啊，咁我哋喺呢度咧，就跟住就去行一行我哋嘅各嘅流程啊。喺我哋嘅嘉美嘅總部，主要咧就係為我哋嘅學校進行一個統一嘅採購啦。統一嘅儲存啦，同埋分揀啊、加工啊，然後對於半成品，仲有咧，就係我哋嘅點心嘅成品嘅一個配送。咁喺呢一個關係到整一個食品安全，大家最關心嘅，咁所以我哋大家睇一睇我哋公司係點樣一個運作。依家嚟到咧就係我哋嘅點心嘅加工車間。喺加工車間咧，依家我哋學校咧就係由我哋全部喺呢度製作好，然後配送到學校去進行呢個早餐嘅一個供應。咁除咗我哋有點心咧，除咗我哋有嗰個麵包啦、蛋糕啦，仲有花卷饅頭啊，好多一系列嘅。咁仲有我哋個
粉面，所以喺呢度呢一個呢、這個係我哋嘅參觀通道，呢、這個參觀通道。咁呢一邊咧就係、是、我哋嘅生產一個流程。咁喺呢邊咧係一個烹飪烘焙。咁喺呢邊咧就係、是、我哋嘅出咗嚟之後嘅麵包熟咗之後咧，呢邊就做包裝。咁啊呢度我哋入去點心車間。因為點心車間咧就需要我哋要著衫啊，要換衫先，要戴帽、換衫、戴口罩同埋個鞋套。係啦，依家咧我哋嚟到呢一個預進間嚇，因為咧呢一度咧有一次性嘅頭套同埋呢一個工作服嘅，入去嘅時候咧，入去之前咧，我哋一定要係做好呢一個衞生嘅工作，嗯。大家都睇到啦，黃生咧已經咧係著好曬噶啦。呢度咧就係我哋嘅預進間，咁喺呢度嘅作用咧就係、是平時咧我哋啲員工喺呢邊呢啲入嚟嘅鞋就放呢邊，然後咧轉入嚟呢度之後咧就係、是、要換嗰、那個。喺入邊乾淨嘅鞋，咁入邊呢度咧有一個臭氧發生器，係對個鞋嘅一個殺菌消毒。咁我依家咧就用一次性嘅鞋套啊。咁呢個一次性鞋套，咁呢度咧就需要洗手啊、酒精消毒啊、乾手啊，咁我哋先能夠入到去我哋嘅點心加工車間。咁因為呢個車間咧，對於呢一個衞生咧係有嚴格嘅要求嘅，所以咧我哋見到攝影師方面咧，亦都係要做好呢一個措施嚇。OK。咁進入到我哋嗰、那個。進入我哋個點心呢個自動生產嗰個車間，咁喺呢個車間大家睇到啦，就係我哋嘅全自動化嘅一個點心嘅一個製作嘅設備。咁同除咗人手會配置嗰個雞蛋啊糖嘅嗰個配比之外咧，我哋全部都係自動化。咁喺呢邊咧就從打粉、壓面到呢個成形，咁到呢個出嚟都係全自動化嘅，咁一個鐘咧都出到幾千嘅麵包嘅。咁呢一個流程咧，一方面咧就係、是、對於我哋嘅減低嘅人工嘅成本，咁學生就可以多啲嘢食；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減少個人手個嗰、那個交叉污染，因為人手越多，咁嗰、那個我哋嗰、那個。人手感染嘅風險就高噶啦。咁呢個出咗嚟呢個成品之後咧，咁我哋就進行呢個發酵。咁發酵間之後咧，我哋就到呢邊呢邊係一個烘焙嘅車間啦。咁烘焙車間咧就亦都要經過另外一道門，我哋先至能夠要換衫，又要換鞋先能夠過到去嗰邊，一個烘焙啊蒸紙嘅車間。咁蒸紙好烘焙好咗之後咧，我哋先由出翻去包裝，包裝然後再涼凍包裝之後再入冷庫。咁點心整體嘅車間咧，大家睇到啦，雖然係人少，但係每一個鐘都成幾千嘅麵包出嚟，所以咧確保咗我哋學生能夠每一日供應嗰個量。咁我哋依家行翻出嚟呢邊啦。咁出咗嚟呢度之後咧，大家喺呢度睇到啦。我哋本身喺呢度有個門口咧，就係、是、要呢度一樣係呢個流程。呢、這個流程咧都係要換衫、換鞋、換襪，咁先入到去嗰、那個我哋嗰個烘焙嗰個車間。咁烘焙車間出完咗之後咧，先出到我哋嗰個冷凍車間，然後先去嗰個包裝車間啦。咁整個點心一個製作咧，就係、是基本係全自動化。
係把我哋嘅蒸嘅麵包啦、烘焙嘅麵包啦、蛋糕啦、麵包咧，全部都向呢邊喺呢邊做。咁呢啲就係我哋做好嘅成品嗰、那個饅頭，係個饅頭向呢度包裝。咁包裝出嚟之後咧，我哋就入去嗰個冷庫啦，又就配到學校去進行呢個加工。咁呢個點心車間完咗之後咧，我哋就過去嗰、那個倉庫啊，睇睇我哋從出邊採購入嚟係點樣去把呢個我哋嘅倉庫入邊嗰個食材點樣去保管？即係呢個儲存。啊，儲存係。儲存嘅一個環節，到底咧個環境係點樣？係啦，係啦，係啦。OK， 好。咁我哋咧就亦都有請咧咁多位嘅呢一個現場嘅咁多位嘅群眾啦，可以係跟隨住黃局長黃生咧一齊去了解下呢啲食品啦儲存嘅過程到底係點樣嚇？好。係由呢邊咧，我哋馬上咧就會係了解到啦，即係呢一個食品儲存嘅過程到底係點樣嘅。咁現場咧亦都有好多嘅兩代表委員啦，以及係學生嘅家長代表同埋新聞媒體工作者啦，都會係進行現場嘅參觀嘅。Okay， 好。咁呢度咧就我哋嘅呢邊咧，首先咧有一個蔬菜嘅冷庫。呢個蔬菜冷庫咧，我哋每一日採購翻嚟之後咧，我哋嘅蔬菜咧就先放入去入邊個蔬菜冷庫。然後咧呢邊咧就有我哋嘅肉嘅冷庫。蔬菜冷庫咧就零到八度嘅，呢個就零下十八度嘅。咁肉嘅冷庫咧就只要係採購翻嚟之後咧，喺呢邊入咗之後，再需要嘅時候先攞出去進行一個粗加工。咁粗加工完咗先再配到學校去。咁呢度過嚟咧就係我哋嘅嗰啲調味料啊、乾貨嘅車間嚟㗎啦，嘅倉庫嚟嘅。咁呢個倉庫咧就係主要啲乾貨嚟嘅，所以係室温嘅。咁我哋基本上咧，我哋對於嗰個食材嘅入嚟咧，我哋係需要把關嘅。一個就係要所有三證啦，有檢疫檢測證啦。如果係冇嗰啲好似嗰啲地溝油嗰啲，就唔使諗，肯定入唔到嚟嘅。然後咧，我哋仲好似嗰啲油咧，我哋係用嗰個非轉基因嘅。咁因為轉基因咧對唔健康，所以我哋就包括食藥監局都建議我哋又唔用噶啦，從來都唔用。咁我哋同嗰個供應商都要簽好嗰個供貨合同，等佢嗰個責任同擔當，佢都需要。咁所以咧，我哋每一次對於我哋嘅流程入嚟之後咧，先進先出啊，呢啲我哋都全部要把好關，確保個食材嘅新鮮。咁呢個就係我哋嘅乾貨倉歡迎大家入嚟參觀嚇，歡迎大家參觀啊。咁咧，我哋呢度就係我哋嘅迎賓嘅展示櫃。咁呢邊咧就係我哋參觀通道，平時對於我哋公司嘅各嘅制度啊。點樣去任何一個部門啊？點樣去做啊？咁我哋都要詳細嘅一個制度嘅一個健全。咁我哋公司每一個月都好，我哋都需要培訓啊。好似依家疫情比較重要啊，疫情我哋依家係放第一位嘅。咁疫情咧，我哋係點樣去保障咧？就係主要就係第一個，我哋全所有嘅員工都要進行一個核酸檢測。咁我哋依家新嘅員工入嚟咧，仍然都要你核酸檢測。能夠通過咗先能夠上班，咁另外咧要健康證啦。咁我哋對疫情嘅一個把控咧，最重要就係、每一日嘅消毒噶包括嗰啲家裝嗰啲洗手嗰啲水龍頭啊，仲有每一日嗰、那個神檢啊、測體翻呢度日日都要做噶啦。咁再加上仲有嗰個月康碼啦，咁所以對呢個疫情嘅把控咧，我哋係放在首位嘅。咁對於我哋嘅依家我哋推行呢、這個大家睇到啦，係4D 嘅一個管理。4D 管理咧係對我哋嘅食品嘅質量一個從跟蹤叫做4D 就係整理到位啊、責任到位啊、然後培訓到位同埋我哋嘅執行到位。通過呢一系列嘅制度咧，就從嗰個源頭嘅我哋嘅食材，啲係從我哋嗰個農田到親著嗰一整一個品質嘅把控。就通過4D 我哋去把佢做到位。咁依家嚟到咧就係我哋嘅檢測中心。咁檢測中心咧就係食材翻嚟之後咧，當然我哋依家咧好似蔬菜咁，我哋都有嗰個水培種植基地嘅合作。
合作方。咁合作咧，我哋都起碼把控到佢嘅蔬菜喺邊度嚟㗎。然後我哋嗰、那個有冇實農藥㗎都知道。但係咧，我哋都係需要檢測哦。咁我哋嗰個檢測室咧，就主要咧就係對我哋嘅蔬菜嘅兩重嘅雙重嘅檢測，一個就係嗰個機器嘅檢測啦，比較準確。另外一個咧就係快速嘅一個試紙嘅檢測。咁除咗蔬菜每一日佢入嚟之後咧，首先檢測有冇農藥，我哋先能夠攞去去學校配送嘅，都要去到飯堂。咁另外咧就好似我哋麵包嘅成品咧，肉咧，我哋都係不定期進行送檢，要確保我哋啲食品有冇污染。咁呢個檢測室咧就係對我哋嘅食材嘅一個保證嚟㗎啦。咁過咗呢個檢測室之後咧，就到我哋嘅粗加工車間啦。咁呢個粗加工車間咧，首先呢邊咧就大家睇到啊，叫淨菜車間，係切菜、洗菜一個全自動化嘅。咁呢、這個淨菜嘅生產線咧，佢就有從慳人手啦，提高效率啦。咁佢仲有一陣咧，佢仲有好多功能，對於我哋人手係做唔到嘅。大家睇到啦，從呢、這個從我哋先呢、這個生產線就先挑揀揀開之後咧，把嗰啲如果有啲係黃葉咧滅好咗之後咧，再次進行一個切一切。咁切咗之後咧，我哋就放落呢、這個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切菜機。咁切菜機切菜機入邊有鐵粒啦、鐵絲啦、切片啦，都係通過呢、這個磨板嘅調整，咁睇到個蔬菜就喺呢邊出嚟噶啦。咁呢個咧一個鐘咧可以切一兩文斤嘅，咁對我哋嘅人手就慳好多成本。咁呢個上嚟之後，蔬菜上嚟之後咧，咁第一個就係呢個第一次嘅清洗。呢、這個第一次嘅清洗之後咧，呢、這個就去渣嘅。咁把嗰啲細噶啲渣咧，咁我哋就會翻咗佢出嚟。又進行呢個第一次嘅清洗啦。咁第一次清洗之後咧，呢、這個咧就係我哋嘅風過清水，過清水過咗清水之後咧，就嚟到呢個咧就係我哋嘅第二次嘅清洗。咁呢個第二次清洗咧，大家睇睇呢個加工流程哦。第二次嘅清洗咧，佢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係咩咧？就係佢入邊有一個臭氧發生器，就喺呢啲水入邊嘅。所以咧，假如我哋抽檢嗰個蔬菜嘅濃殘之後咧，若果即使有殘留都好，或者一啲蔬菜有污染之後咧，呢、這個係通過呢、這個臭氧嘅消毒，同埋把農藥分解啊，把嗰、那個把嗰個細菌殺咗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比較保證嗰個食品安全嘅比較重要嘅環節。咁呢個咧就繼續呢個過清水嘅環節。過咗清水之後咧，呢度咧就係嗰、那個風乾。因為水洗出嚟之後，一定要經過風乾。如果唔風乾，我會容易有黃葉黃口嘅。咁呢個風乾咗之後咧，到呢邊咧就包裝啦。包裝咧就有兩種，一種就係攞一次性嘅袋包裝，另外一種如果要配送要聽日食嗰啲咧，咁我哋就要真空包裝或者係沖淡去包裝。我哋啲菜出嚟之後咧，我哋仲有一個金屬探測器。呢、這個金屬探測器咧就係要睇我哋呢個過程有冇啲異物或者啲硬物跌咗入去，所以呢個金屬探測器咧就把呢個最後嗰關。咁呢個蔬菜嗰個加工車間之後咧，就到我哋嗰、那個肉嘅粗加工車間啦。咁呢、這個頭先呢個就係個蔬菜嘅包裝車間嚇，呢、這個蔬菜包裝車間。嚟到呢度咧，就係一個肉類加工車間，同埋我哋嘅燒臘部。因為依家咧就食物監局就希望我哋自己生產嗰個燒味，就唔好喺出邊採購，因為咧出邊採購就係唔知道嘅時間啊，同埋質量嘅把控。所以我哋喺呢度咧就自己都通過自己嘅製作，把嗰個燒味自己做，自己配到學校去，喺學校再加工。咁另外咧就要肉嘅加工啦。肉嘅加工咧就係只要係切肉啊、切粒啊、把啲肉切好，然後甚至把肉餅啊咁撈好咁過去嘅。咁跟住嚟到呢個咧就係嘅廚房嘅加工間。廚房嘅加工間咧就只要係嚟做半成品嘅嘢，好似我哋統一嘅調味料啦，
調味料嘅，我哋都係所有個學校都係屬於統一配嘅味道係一樣嘅，所以製作嗰啲調味料啊，燜嗰啲嘢咧，我哋要預早燜啊，然後去到學校再加工嘅，所以呢個咧就主要咧都係我哋一個半成品嘅一個加工車間嘅一個廚房嚟嘅。咁大家睇到咧，我哋基本都係24D嘅一個管理包括啲物品啊、食材啊。全部都通過呢個4D 嘅管理去到位嘅咁我哋依家咧就喺呢度出去，就整個粗加工嘅流程咧，就基本喺呢度大家睇到噶啦。咁除咗我哋仲有一個洗笑間啊、保潔啊咁之外咧，就整體一個流程咧就粗加工嘅，從食材嘅採購到加工到保存。到配送，咁大家睇到我哋仲有個配送車啊！呢啲配送車咧，加埋好多呢啲車，咁呢個係冷鏈配送嚟嘅，咁入邊係有冷氣，即係對於肉嘅配送又好，蔬菜配送又好，我哋都係通過呢個冷鏈配送，所以確保咗喺呢個運輸嘅過程中咧，係温度咧係冇危害到有細菌嘅一個成長哦。咁呢度完咗就基本。嗰、那個加工嘅流程就已經係大家參觀完啦。咁我哋咧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準備就上去嗰個會議培訓室。喺上邊要再介紹一下啲資料。好，多謝曬黃生咁詳細嘅介紹嚇。咁我哋睇到咧，現場咧亦都有好多嘅人士咧，正在參觀佢哋嘅呢一個車間啦，包括咧食品加工嘅過程嘅。依家咧馬上咧，我哋就會進行上去二樓方面啦，睇睇佢哋嘅呢一個相關嘅資料，好嗎？咁呢個咧就係硬件嘅一個流程。咁軟件咧，因為係牽涉到我哋同供應商簽訂合同啦。我哋好似我哋攞嗰啲 HACCP 啊嗰啲管理嗰啲體系啦。咁好多都係通過軟件或者係通過我哋嘅制度先能夠去確保嗰個食品安全。咁所以咧，我哋一陣上去咧，大家睇睇就係包括我哋嘅培訓啦。包括我哋嘅菜式啦，啲好多一個應急議案啊、管理議案啊，啲呢啲都係我哋整體嘅軟件嘅一個對食品安全的一個保障。好，馬上我哋就會進入到呢、這、一個睇睇佢哋嘅呢一個軟件嘅情況到底係點樣嚇。咁我哋亦都現場咧睇到咗咧有好多過嚟參觀嘅人士啊嚇。呢度咧就係主要我哋嘅會議培訓室，咁呢個會議培訓室咧就係針對我哋每一個新嘅員工，我哋需要培訓啦，我哋每一嘅都有需要好似防疫防控啊，食品安全啊，都我哋經常有啲新嘅法例法規，我哋都要進行培訓。咁呢啲我哋都自己公司都有呢、這個監管機制，就去檢查每一間學校啊。除了成日監管教育局的檢查，我們自己 都有這個部門通過我們自己的檢查才能夠反饋我們自己工作做得怎樣。大家看到了，這個就是食品安全的培訓檔案。這裡呢就每一個月呢，甚至整一年呢，我們都有個年度的培訓計劃的。這些培訓計劃呢都是一方面是根據我們的時監局他們每一個月的一個對我們的培訓有什麼需求，另外呢就很多都是我們自己根據我們實際的一個操作去進行一個培訓。這裡就是我們的我們職責崗位啊、應急議案啊，同埋我們的架構啊，這些咁整體嘅仲有呢個咧，呢啲咧就係嗰啲我哋平時檢查時監局家江門同台山嗰啲，包括教育局家佢哋檢查咗之後嘅一個檔案。咁另外嗰啲咧就係對嗰、那個採購或者嗰啲供應商嘅合同。咁所以整體一個完整嘅，包括呢啲咧就係我哋嗰、那個三證啊對採購合同啊呢啲。咁整體嘅一個。這個軟件的咁嘅管理最後先能夠確保好我哋從硬件到管理嘅制度方面咧，先能夠一步一步到位去能夠把控啊。咁咧就呢邊咧就依家就我哋平時學校
就係食呢啲早餐，所以咧，佢哋攞少少樣板啲嘅學校食嗰啲，依家呢啲就學生食嘅點心嚟嘅，咁等大家品嚐一下，咁啊對我哋俾啲意見嚇。咁依家大家參觀一下啦，因為呢度好多嗰啲我哋平時嘅一啲活動啊，包括我哋嘅年會啦，包括我哋嘅廚藝比賽啦，包括我哋嘅微笑活動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好多我哋仲有嗰個係演講比賽，咁呢度都好多資料。咁嘉美公司咧做咗七年嚇，咁我哋用心去經營，咁所以責任大我哋都對呢、這個點樣能夠對越做得更好，咁所以咧我哋響剛才講嘅同我哋嘅成本嘅把控，同我哋請咗好多嗰啲高級嘅嗰、那個廚師啦、點心師啦，咁對我哋嘅菜式嘅一個仲有個營養師啊，啲都對學生點樣先吸入嗰個營養嘅均衡，咁所以咧我哋都花咗好多心機，花咗努力去把佢做得更好嚇，咁所以咧點樣先能夠確保要保證？这个供餐的顺利，舌尖上的安全，是我们嘉美要努力的。亦都好多謝黃生啦，同我哋進行咗咁詳細嘅介紹嘅嚇。我哋相信啦，由黃生嘅介紹當中咧，都了解到無論係硬件啦，因為軟件都好啦，已經咧對於呢一個學生嘅食品安全咧，有咗一個詳細嘅認識同埋了解啦。嗱，依家現場咧亦都係有一啲咧，即係平時我哋嘅學生啦嚇，我哋平時學生咧就係食呢啲噶啦，係咁啊，各位嘅兩代表一委員啦，以及係現場嘅學生家長啦，都可以品嚐一下，到底平時我哋嘅小朋友喺學校。食嘅系乜嘢咧？咁样依家咧就可以品嚐一下嘅。我想問一下呢一位嘅女士，你好，請問你係咪學生家長？唔係，我哋係人你哋食到咗呢一啲嘅平時學生食嘅早點嘅時候，感覺點啊？味道？覺得好好食，好好食，好好，非常好啊！覺得啲質量都幾靚啦，即係都好放心啊！平時係係係，唔該曬你哋嚇，我幫你攞住嚟。Thank you.
各位嘅观众，我哋依家已经完成咗喺嘉美食品配送公司嘅一个现场嘅考察嘅工作啦。咁咧，亦都会睇到啦，由镜头当中咧都会睇到咧，有一啲现场嘅一啲嘅两代表一委员啦，以及学生嘅家长代表咧，佢都品尝过吓呢一度嘅出品。咁依家啦，我哋马上咧就会上车去边度咧？我哋将会去到台山一中睇下佢哋饭堂啊，学校饭堂嘅管理情况嘅。咁喺呢一个一路当中吓，喺去台山一中嘅路上咧，我哋将会做翻一啲嘅采访，会采访下嚟参观一啲人士一啲嘅感受，讲下佢哋嘅睇法噶。咁不过喺呢个时候咧，首先有请大家睇睇我市创建省食品安全城市嘅一个宣传片。台山市正在创建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战略，我们坚持以四个最严为遵循，以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强源头治理，规范使用农兽药，推行食用农产品产出准入制度，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快检抽检力度，强化畜禽屠宰检疫监管，严把源头关，不断巩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成果，培育重大特色产业，擦亮台山农产品品牌，以粮、油、肉类等为重点品种，积极开展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工作，提升超市食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加强食品生产企业监管，监督企业实施全流程闭环管理，强化规范化管控和风险防控，确保生产出安全健康的食品，强化餐饮企业的主体责任，打造互联网加民厨亮灶工程，加大对餐饮企业网红餐饮店的监督检查力度，推广食安风签，开展一间到底查食安专项行动，捍卫人民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每一道环节，每一个关口，我们都在默默坚守，默默守护。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你我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受益者。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需要我们，需要全社会各方共同参与，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担当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宣传者和维护食品安全的践行者，在追求食品安全的道路上永不止步，让食品安全监管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不断提高广大市民对食品安全给生活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
台山市正在创建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战略，我们坚持以四个最严为遵循，以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强源头治理，规范使用农兽药，推行食用农产品产出准入制度，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快检抽检力度，强化畜禽屠宰检疫监管，严把源头关，不断巩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成果，培育重大特色产业，擦亮台山农产品品牌，以粮、油、肉类等为重点品种，积极开展放心肉材示范超市创建工作，提升超市食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加强食品生产企业监管，监督企业实施全流程闭环管理，强化规范化管控和风险防控，确保生产出安全健康的食品。强化餐饮企业的主体责任，打造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工程，加大对餐饮企业、网红餐饮店的监督检查力度，推广食安风鲜，开展一间到底查食安专项行动，捍卫人民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每一道环节、每一个关口，我们都在默默坚守、默默守护。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你我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受益者。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需要我们，需要全社会各方共同参与。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担当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宣传者和维护食品安全的践行者。在追求食品安全的道路上，永不止步，让食品安全监管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不断提高广大市民对食品安全给生活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已经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了。讲到校园的食品安全是食品安全最重要的其中一部分，相信广大的家长都非常关注的。现在我们正在驱车去到台山一中的路上，在车上我们就会进行一些采访，在我旁边就是一位学生家长的。 Hello， 你好，这位家长请问你贵姓？姓朱。朱小姐，朱女士你好。我想请问刚才您就参观了这个配送公司，您觉得最满意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刚才参观了这个佳美配送公司，我觉得呢，整个公司从整体来看呢，管理是非常之到位的啊。那您觉得在哪一方面呢，可以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呢？就是希望下一步呢，在下一步的每一个环节就是落实做好一点啊。对，好，谢谢你啊。这两位呢其实都是学生的家长代表来的。我想请问你这位先生，请问您贵姓？姓邓。邓先生您好，我想请问您刚才参观了这个配送公司，你觉得哪一方面他们做的是令你比较满意的地方呢？我觉得公司的整体情况还是很满意，特别是在这个机器方面啊，它是现代化智能化，然后整个车间的卫生也做得很好很好。那你希望在就其他有哪些方面可以有更加大的进步空间吗？我觉得公司的管理和服务水平很好啊，但是在这个公司的这个食材的这个质量和数量方面还是可以做文章下功夫的。质量方面呢，除了保证这个食材的卫生以外，
还要在食材的品质方面下点功夫，就是学生吃的这个火腿肠啊，这个牛肉丸可以少一点点，来一点真材实料。其实我们家长啊，其实不在乎这个钱的多少，可以把质量提高一点，价钱提高一点，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您是说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食材的数量方面啊，希望呢菜的种类多一点点，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的空间，他喜欢吃什么有选择的余地。另外呢，这个在数量方面呢，我就希望跟几位家长交流，就是希望特别是早餐方面啊，馒头方面，希望它的分量更多一点。好，谢谢您邓先生，说出了很多家长的心声哈。因为在车上，所以有点晃来晃去的。那这位呢，可能也是学生的家长代表，对吧？对对对。请问您贵姓？颜色的颜。好，颜先生你好。那刚才呢，我们参观了这个配送公司哈，您对于校园的安全、食品的安全，您最关注的是哪一方面呢？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那么我最关心的第一个就是安全问题。第二个就是营养问题。那么我最关心的第一个就是安全问题，第二个就是营养问题，第三个呢是效率问题。但是在三个当中呢，最重要的首先是安全。对。首先是安全。通过刚才的参观呢，它整个流程呢，我也比较仔细的看了，也看了有关的，材料的那个检测的相关的报告，还是相当满意的。那您希望就是说配送公司、学校以及职能部门呢，在哪一方面可以继续发力呢？有规循规，有责循责，依规依责就已经足够了。好，谢谢你啊。啱先呢亦都系采访咗三位嘅学生家长嘅代表啦。其实佢哋呢都讲出咗啦好多嘅呢一个学生家长嘅一个心声啊。咁包括呢就话注重返营养啦，以及呢喺配送过程当中呢系份量可以大少少啦咁样嘅。除此之外嘅话呢，喺我隔离呢亦都有两位嘅人士坐喺度，其中嘅一位呢就系市教育局卫健所所长陈建伟。陈所长，陈所长你好。你好你好。咁我想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倾下呢，即系话依家呢教育部门对校园的这个食品安全他们到底有什么制度的要求呢？好的。市教育局呢一直以来紧着学校的食品安全管理，贯彻认真落实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这个健康这个管理规定和江门市中小学食堂的规范管理的工作意见，结合我市中小学食品安全一个意见和四个制度就很做落实，就加大这个学校食品安全的一个监管力度，深入推进学校食堂互联网加民厨亮灶这个建设工作和易餐食安平台这个监管功能，提升学校的一个监管效能，保障师生的食品安全。就这样子。那平时呢我想请问教育部门呢是怎样对学生的一个食品安全做好这个监管的工作呢？好，保障学生的学生上的安全，市教育局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学校的食品安全，主要采取以下五个措施。一是这个压实学校的责任。二是就加强这个过程的监管。三是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的隐患排查。四是这个加强这个宣传教育的力度，提高学生和家长的安全知识。五是这强化这个责任追究。这五个方面。好，多谢晒陈所长啦，俾咗我哋咧非常之详细嘅解答嘅。咁喺我哋身边嘅仲有另外一位女士啊，咁佢咧就系嚟自台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嘅呢一个餐饮股嘅股长，佢咧就系谭婉瑜啊，谭股长，谭股长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想咧即系话了解一下，同我哋介绍一下，其实咧平时咧，因为大家都知道，校园的食品安全也是你们监管食品安全的一个主管部门，平时你是怎样呢，你们部门是怎样做这个监管工作的呢？好的。其实呢学校和校园周边的食品安全呢一直以来是我们局工作的重点来的。针对这个特定的区域呢，我局呢每年都会联合市教育局呢开展春秋两季的
學校食堂和校園周邊的食物安全聯合檢查，全面咁樣排查咧學校食堂嘅安全隱患啦。同時咧，我哋都會開展一系列嘅行動嘅，包括呢、這個學校食堂嘅食物安全抽檢啦，互聯網加明廚量做啦，校園同埋周邊嘅五毛食品嘅整治啦，學校食堂嘅滅絲行動啦等等一系列嘅行動嘅，就全面咁樣整治學校食堂同埋周邊嘅食物安全秩序啊，確保廣大師生嘅飲食安全啦。咁我想請問一下咧，即係話作為監管部門咧，對於我市嘅呢一個校園食品安全咧，有啲咩新嘅目標要求嗎？啱啱都講到呢、這個互聯網加明廚量做啦。咁目前咧，我市嘅學校食堂咧已經係全面建成咗呢個互聯網加明廚量做噶啦。咁為咗進一步咁樣加強同埋規範呢個互聯網加明廚量做嘅喺我哋我市學校食堂校園同埋周邊嗰、那個食安全監管嘅應用啦，下一步咧，我局咧將會聯合市教育局督促咧各個學校要按照要求接入呢個互聯網加明廚量做嘅陽光餐飲平台利用呢個陽光餐飲平台咧就開展一啲網上嘅巡查逐步咧就形成一個學校食堂嘅食品安全管理自查家長委員會嘅監督檢查同埋監管部門嘅監督檢查咁樣一個監管體系切實咁樣保證咧校園嘅食品安全。好，唔該曬咁多位啊，咁通過採訪，相信咧大家咧對於我市嘅校園食品安全咧已經有咗更加深刻嘅了解啦。咁亦都聽到咗好多嘅家長代表咧對於校園食品安全嘅一個期盼嚇。我哋依家咧係正在路上，係依家咧係去緊我哋今日雲直播，雲直播嘅下一站就係台山一中，我哋將會去到台山一中了解一下佢哋飯堂嘅呢一個情況到底係點樣噶。歡迎大家繼續收睇。台山市正在创建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战略，我们坚持以四个最严为遵循，以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强源头治理，规范使用农兽药，推行食用农产品产出准入制度，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快检抽检力度，强化畜禽屠宰检疫监管，严把源头关，不断巩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成果，培育重大特色产业，擦亮台山农产品品牌，以粮、油、肉类等为重点品种，积极开展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工作，提升超市食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加强食品生产企业监管，监督企业实施全流程闭环管理，强化规范化管控和风险防控，确保生产出安全健康的食品，强化餐饮企业的主体责任，打造互联网加民厨量造工程，加大对餐饮企业网红餐饮店的监督检查力度，推广食安风监，开展一监到底查食安专项行动，捍卫人民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每一道环节，每一个关口，我们都在默默坚守，默默守护。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你我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受益者。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需要我们，需要全社会各方共同参与，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担当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宣传者和维护食品安全的践行者，在追求食品安全的道路上永不止步，让食品安全监管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不断提高广大市民对食品安全给生活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
台山市正在创建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战略，我们坚持以四个最严为遵循，以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强源头治理，规范使用农兽药，推行食用农产品产出准入制度，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快检抽检力度，强化畜禽屠宰检疫监管，严把源头关，不断巩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成果，培育重大特色产业，擦亮台山农产品品牌，以粮、油、肉类等为重点品种，积极开展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工作，提升超市食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加强食品生产企业监管，监督企业实施全流程闭环管理，强化规范化管控和风险防控，确保生产出安全健康的食品，强化餐饮企业的主体责任，打造互联网加民厨亮灶工程，加大对餐饮企业网红餐饮店的监督检查力度，推广食安风鲜，开展一鲜到底查食安专项行动，捍卫人民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每一道环节，每一个关口，我们都在默默坚守，默默守护。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你我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受益者。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需要我们，需要全社会各方共同参与。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担当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宣传者和维护食品安全的践行者，在追求食品安全的道路上永不止步，让食品安全监管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不断提高广大市民对食品安全给生活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台山市正在创建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战略，我们坚持以四个最严为遵循，以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强源头治理，规范使用农兽药，推行食用农产品产出准入制度，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快检抽检力度，强化畜禽屠宰检疫监管，严把源头关，不断巩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成果，培育重大特色产业，擦亮台山农产品品牌，以粮、油、肉类等为重点品种，积极开展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工作，提升超市食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加强食品生产企业监管，监督企业实施全流程闭环管理，强化规范化管控和风险防控，确保生产安全云直播。咁我哋依家咧已经嚟到咗台山一中，即将咧我哋就会去到台山一中高三年级嘅饭堂实地进行考察。
山一中高三年级的饭堂，这个饭堂每一餐都会提供1200名的师生在这里就餐的。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台山一中党委副书记郑晓鹏郑书记。郑书记你好。你好你好。好，咁依家咧就有鄭書記咧同我哋咧就講解一下台山一中嘅飯堂具體嘅情況，以及咧同我哋做一個現場嘅匯報嘅。麻煩你鄭書記。好，謝謝。親愛的各位家長朋友們，歡迎來到台山一中飯堂進行參觀和指導。那麼學校高度重視飯堂的一個建設。学校的饭堂目前是台山市 A 级食堂，按照广东省示范性食堂的标准进行建设，各个功能场次布局合理。我们的厨房是有出加工间、洗消间、烹调间、配餐间和清洁间，还有这个用餐这个间。那么各个厂室都制定有详细的制度进行管理，并安排专人经过培训之后上岗管理。第二方面是食堂的经营方式。那么食堂目前是经由台山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市教育局检查合格的台山市佳美配餐有限公司负责供餐，主要供餐是分为早餐、午餐、晚餐和宵夜四餐。我们的早餐是3块钱一份，有粥粉面，还有面包、蛋糕和饺子可以选择。那么午餐和晚餐是6.5块钱一份，标准餐是2荤1素，米饭不够可以免费的加。同时同学们还可以选择加餐和营养餐等多种选择。第三方面是食堂的一个监督和管理，各级部门和学校通过以下4个层面对饭堂进行日常的一个监督。那么第一个层面是学校成立了由学生、家长、老师代表还有学校专职领导组成的膳食委员会，对学校进行统筹管理，那么主动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比方说每学期会对全体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定期的邀请家长代表来学校进行试餐，听取家长学生的意见，及时的改进饭堂的一个供餐。第二个监督是学校是有这个专职的安全食品管理员进行管理，进行日常的一个检查，每天检查这个饭堂的员工的身体状况，比方说是否有发烧、有咳嗽等等，检查这个食堂员工的衣着是否整洁，食品的来源是否合格，还有检查加工过程是否符合标准，蔬菜是否有农药检测残余，肉类食品是否有动物检验合格证等等，进行一个监督。那么第三个层面的一个监督是学校每天都有行政领导进行陪餐，跟学生一起用餐，吃学生餐，了解学生的一个用餐的一个情况和意见。那么第四个层面是台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的对学校饭堂进行飞行检查，并且通过网络上的一个名厨亮灶系统进行随机的抽查，多方面的监管食堂。那么第四个方面是学校的食堂是非盈利性的，一切以学生吃得好、吃得有营养为目的。那么这点请广大的家长们放心。那么也希望呢，广大的家长如果有时间，可以预约来学校进行试餐，提意见。我的介绍完毕，谢谢大家。好，要麻烦郑书记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我们的食堂吗？好。啊，对啊，我们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好，各位家长这边请啊，这边是饭堂的一个加工间。加工都是在这个空间上面。哦，这边是仓库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材料那些啊。里面是仓库，里
啊，这个是干货仓。我们那材料在这边加工完之后，初加工完之后就送进来这边初加那个烹调，烹调是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师傅还在加工我们下午的那些学生的餐。加工完的那些放那些菜啊，就放到通过那个食品通道送到那个里面的配餐间去。这边这边是学生吃完饭之后，我们的那个餐具拿回来这边。有那个浸泡过程、消毒过程，还有清洗，都是在这边。消毒的是在这边，我们都有专人的保管。那这边都是已经在消毒的那个设备。我们是可以从这边出去。你这个非常干啊。係啦，依家咧，我哋亦都有現場嘅好多位嘅呢一個各界人士咧，係參觀咗台山一中嘅呢一個飯堂嘅佢哋嘅後廚嘅。咁啊，由我哋嘅工作人員都睇到啦。咁佢哋包括係梳洗各個方面咧，都係做到非常之到位嘅。各位观众，你现在收看的是台山市创建省食品安全城市校园食品安全云直播的现场。各位观众，嗱，我哋嘅呢一个，各位观众，我哋校园食品安全云直播咧已经将近尾声，咁喺我哋今日嘅活动当中咧，亦都有好多社会各界嘅人士参与其中。嗱，企喺我隔篱嘅呢一位咧，就系政协委员余伟强，余委员你好。大家好。你参观完呢一次嘅包括配送公司咧，以及台山一中嘅饭堂之后咧，有啲咩感受咧？有啲咩评价咧？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哦，咁我哋随住市人金多国带领我哋嘅参观咗个美兰食品嘅整嘅生产过程中咧，
佢哋能够将安全嘅食品能够送到学生嘅餐桌上咧，我哋觉得佢哋嘅努力嘅付出同埋取得嘅成效咧，多次并举，大家咧有目共睹啦，值得点赞。咁今后咧，即系话对于校园食品安全咧，你觉得有边一啲方面咧可以取得更大嘅进步咧？亦希望我哋同埋广大市民大家多啲积极参与监督好，多谢晒吓。校园食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咁做好食品安全嘅呢一个综合整治工作，喺源头上面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系我哋做好食品安全嘅呢一个具体嘅体现，亦都系社会各界应尽嘅责任嚟噶。咁啊，通过我哋今日嘅直播，我哋非常之直观咁样展示咗食品由呢一个采购到食品嘅加工，到呢一个餐饮嘅管理。校园食品安全全链条嘅环节，我相信咧广大嘅观众朋友咧都已经系了解到校园食品安全嘅相关嘅知识，亦都了解到我市校园食品安全嘅具体措施。咁喺呢度咧，我哋都呼吁各位，希望大家咧共同发力，使确保校园食品安全啊成为全社会嘅共识，共同守护校园食品安全，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各位嘅观众，我哋今日台山市创建省食品安全嘅呢一个校园食品安全嘅云直播咧，已经将近尾声。咁如果未能够睇到直播嘅朋友，可以喺跟住落嚟嘅时间登录翻台山融媒 A P P 睇翻我哋今日嘅直播全程嘅视频。多谢各位嘅关注，再会。台山市正在创建广东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战略，我们坚持以四个最严为遵循，以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加强源头治理，规范使用农兽药，推行食用农产品产出准入制度，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快检抽检力度，强化畜禽屠宰检疫监管，严把源头关，不断巩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县成果，培育重大特色产业，擦亮台山农产品品牌，以粮、油、肉类等为重点品种，积极开展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工作，提升超市食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加强食品生产企业监管，监督企业实施全流程闭环管理，强化规范化管控和风险防控，确保生产出安全健康的食品，强化餐饮企业的主体责任，打造互联网加民厨亮灶工程，加大对餐饮企业网红餐饮店的监督检查力度，推广食安风鲜，开展一间到底查食安专项行动，捍卫人民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每一道环节，每一个关口，我们都在默默坚守，默默守护。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你我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受益者。创建省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需要我们，需要全社会各方共同参与，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担当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宣传者和维护食品安全的践行者，在追求食品安全的道路上永不止步，让食品安全监管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不断提高广大市民对食品安全给生活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
关注。